这样的 OK 可以加。这个长寿是好媳妇的长寿，对，很少是长寿，对，它很适合就是跟就是长辈吃，对，就是好媳妇长寿。它的花色是，算是中间的话，它也不是那种碎花的那么碎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搭哦。就是它如果碎花的话，会比较，可能会比较偏日系啊，或者是比较复古之类的。然后这个花就是一个，又不会像是很突兀的那种碎紫色的花，就是柔和的。可是它的花色很看，就很好看。那这个是，我现在穿的是粉色，我们先然后这个是绿色外搭的，然后一个蓝，它颜色都好粉嫩哦，好可爱。这是蓝色，它的每个花都是这样柔柔嫩嫩。我给你介绍一下那个花的颜色，来第一个，来，总共三个颜色。三个颜色的那个花的细节给你看一下，扣子可以开扣葫芦，可以开扣葫芦这个扣子，扣的部分，然后手绣的话是这样松紧的，所以它本来就是那种七分袖，然后它这边也不会勒，因为是浪浪的，浪浪的，所以不会说勒得不舒服，很舒服。然后这是雪纺，也很好照顾，下摆是百褶细摆细压褶，然后就会很显瘦。然后里面的内里给你看一下，内里是当内里看，然后没有口袋，大家是切完给你看。那切完之后它的那个，而且我发现它的腰是本来就是有腰身，所以那个腰带不怕不见，就不怕，就它没有腰带，所以不用怕不见，很宽松的。这样切过完了，可以穿到三号，也可以哺乳哦，长腿哺乳，怀孕是可以继续穿的。